我有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昨天的演出，我妈也来了。京福过时。那这件呢？有点老气，谢了吧。我妈不喜欢浓妆艳抹的。怪不得一直挑剔我呢，不是你嫌我土，是你妈嫌我土。 一个解释的机会。你他妈疯了！他是个骗子，不能给他说话的机会。不让他说，那我来说吧。您找我调查费可，可在过程中我查到一些很可疑的线索。